拖落来吼，来介绍这个歌星吼。啊，诶，这个歌星听讲甲你缘分真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伊是拍算讲来接我的班啦，唱歌啦。哦，啊，咱得到伊得到什么？咱的吼啊，霹雳天明团所有历史，甲来对阿伯支持。听堂，听堂，哦，算算哦，咱将拢讲个大台哦。阿伯啊，种大台真少，即款吼新人有才调会使去嘞。咱只巴都讲，哦，需要给咱。你嘴甜啦？唔是唔是唔是。伊哦，我亲眼亲目睭看到伊啊！伊下晡我该做事伊，我咋搞伊啊？咋搞？啊！哇！你卡电话跟小学生咧接待。哈，无台啊，一台好，不要紧，等不然整我，互你知，火龙龙来，该接触三四台啊。对，咱也有心做人的事，咱推荐啊。所以讲阿伯种大台种新人，真正有机会来一块笑，因为安怎呢？真正无什么机会啊。啊，无机会，完全无机会，就是阿伯靠一个机会啊。有影。真的，阿伯点的。你真暑假呀？哦，也声我暑假，也人我无暑假。有影。也人比你较歹看。有影，看麦看麦看麦。来来来来，该邀请出来，来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陈。霞，谢谢，林姐你好，师傅好。一边安怎，我不唔知安怎会使做歌星。你看诶，我较好看是。你加条臂诶，你要加脚床诶，配来甲你臂，我本比较较好看。恁两个徛斗阵。哦哦，我看，无一个好看。哦，你瘦，伊比你搁较瘦呢。瘦啊！你会使卖溜，我看你腰者。看哦，腰你腰。我腰啊，我无腰。无你叫脱衫着，卖脱裤嘞。袂啦。袂啊，少年家。啊，你这件衫是恁师傅给你啊？啊，无啦，这是家己的，家己的。哦，你家己的。啊。哎呦，你这件裤是甲恁阿公借的。真好看嘞。你裤头偌济？26。哦，你裤26 OK 嘞。卖骗。26这。我无你28呢，你26。等嘞，等嘞。等嘞，等嘞，你考到偌济啊？28。林伯头，甲你看落去啊！28。阿公阿伯吼，陈翔甲你请安，阿伯吼。你哈，你叫陈翔啊？是。哪一个翔？啊，飞翔的翔。哎，兴啊，无相机啊。安怎嘞？我囝叫翔翔啦，翔伊个死了，我无骗你啊，假烂了。我跟你讲，18了。啊 ，1 2 3。26啊，26，我抱的经验应该23.4啊，你来试看嘛 ，1 2，你这个是肉走风了，真的，肉计会走风，因人这款啊，虽然26，伊肉计的，对啦，伊起了一过，但你这款哦，起了咚。嫩个啊！真个查某嘛是安尼，查某你也是讲吼，少年的点声，伊肉就结结啊。啊，那老了吼，啊风那吹你就爱夹起来，不会带风吹的。有影有影有影，你照看会出，我不敢来摇了咯。你，无你，你这衫，这个你的肉养什么？你知无？人外口咧卖麻糍哦，麻糍。你师傅就是甲咱嫌啦，哎，那全世界无查某像我一个尔，无穿衫伫你面头前看见咯。我无骗你，那是讲我吼，我全世界像你一个查某，你无穿衫行过来，我包宝马带掠你，我无骗。包掠你，你妈来看你。你唱歌。好，我唱歌。我来脱衫。好，来为您带来第一首歌曲，福建老歌《故乡的爱人》，谢谢。来，掌声鼓励听一下好不好？感谢，感谢。我们直播上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翔。孤单一个来到他乡，这是苦不长，为着前途改想。是无人通参详，满目的话搁想要讲，但是无人通参详。故乡心爱你着保重，后代的话记在心中。阮要来认真打拼，早日成功回顾
今天很高兴、哦、又回到我们的霹雳天音坛、哦、感恩我们的身边的阿伯给、哦、我这陈翔这机会、哦、又多回来这道唱歌给你们大家听。好，来我的第二首歌曲想要安排一首也是福建老歌啦、哦、陈雷的这首歌，歌名叫做拜拜思乡居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
占便宜，计较计较要创什么？来来来，干杯，他莫搁想过去，坐车死飘飘的男子。哇，今天真的很多人哦，谢谢你们的掌声哦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都如意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立新娱乐制作，还有我们的飞鹰大乐队跟新媒体舞台灯光音响，也谢谢全部人哦，来到这道跨沟台哦，你哪有欢喜不？有欢喜不？有啊 ，OK， 好来，接下来第三首歌想要安排，这首是我们直播上有一位朋友他们点的哈，是来自丹尼龙的这首歌，也相信大家都有听过，叫做《惊船人的纯情情》，谢谢。谢谢。